下课的钟声，常常带给人许多不同的感受。有时候是一种轻松的解脱，有时候却是一种失落的茫然。但是，对于马上就要毕业的人们而言，却是无忧无虑学生生活的休止符。在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，我忍不住想告诉您一段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故事。故事的开始是在大一第一次参加的舞会里。
成什么？真爱过才会懂，会寂寞，会回首。朋友一生